小教主围棋带来的暖暖。我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，分享热汤，我们两个汤匙一个碗，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对对对对，一名叔叔啊，一名叔叔，我叫我叔叔，怎么一叫我叔叔就泄露我的年龄了？而且其实一鸣哥，我说真的，是他不泄露，其实大家都知道。一鸣哥保养很好，真的，你看从以前到现在，真的，这牌里面看起来他最年轻哎，真的，喂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说真的，你看起来比阿鹏年轻呢。阿鹏，因为他实际年龄真的比你们大一点，对，而且他不保养，大很多，什么大一点吗？很多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在演戏。原来你辈分这么高。可是今天我们是要进行谁是 K 歌王？那这个单元你找我来，真的是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来，真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虽然歌唱的没有爸跟艾辰还有道元比，哎，不要讲，没有，不要讲，但是你们这些人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真的说一下，真的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在其实不是，其实在 K 歌王呢，是他跟他都在我之下。哎呦，因为呢，我们 K 歌王比的呢是对歌的了解，而不是在比唱的好听。对，我懂你意思。不过说真的，因为围棋是唱歌，围棋是唱歌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 K 歌王，我们就会有机会听你唱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我虽然喜欢唱歌，但是我知道的歌也是有限的。哦，对真的吗？不会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请我的那个朋友们、队友们帮忙。我在这边讲破头是没有用的，是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来 K 歌一下，就知道输赢。没错，好不好？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谁是 K 歌王？谁是 K 歌王？看提示，并在最短时间内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，并演唱该首歌曲，才可算过关哦。Yeah. 欢迎光临，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刚才一开始大家都讲了一首的好歌啊，是，马上来要 K 歌了，来，在这边有什么要交代的讲一讲，待会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好不好？两队 PK 究竟会多呛辣呢？五四三二一 ，Action！ 虽然我的对手是女生，我也不会让她的。哦，我穿高跟鞋耶。对，刚刚的那个元老说他记忆力很好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他好还是我好。哦，相信我。唱歌，这个口气。我今天要不要唱歌？我要问你，今天跑得动吗？你？跑给你看，太棒了！两队一开始就很活泼，太厉害了，好不好？两位，请就位啦！哦，看到没有？一开始就太厉害，小生跟小生的对决。哎呦，不是小生是他，我不是，完了，你是晚辈。双生对决，火药味十足。新生代小生元昊究竟说出什么惊人话语，让中生代小生宋一鸣全力反击嘞？新兵日记前军中，头一摆加入八点档父与子阵容，会制造偌济效果呢？一开始就太厉害，小生跟小生的对决。哎呦，不是小生是他，我不是。完了，你是晚辈，你是晚辈，我是小小生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小生跟晚辈的对决。我还小小兵哎，算你是。那这样，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这好像也没有很光彩啊。甚至没关系啦，对啊，不是一鸣哥，你们现在是做的是捍卫你们的尊严，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是姜是老的辣，对，是必要的。你怎么这么快就猜出歌名了？啊！喂，好，来，第一题的题目是，来，加油加油，一鸣哥。
哎，对，没关系，一鸣哥，我是这首歌是合唱曲了，我可以跟你这首歌两个一起唱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我知道了，一鸣哥，请你暂时先退回来这里 ，OK， 没问题，来这边请。对啊，搞不好他会猜错。姚元浩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左右为难》。哦，对，左右为难。所以我要一个人唱吗？那你知不知道是？你知不知道是谁唱的？我知道啊，谁？郑中基跟张学友啊。没有啊，你们决定要合唱是不是？我们一起唱，我们合唱，没问题，我们合唱。老师，请给音乐。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。爱虽然已不可自拔，装作不在意的你，如何面对？姚元浩，有没有听到？恭喜你答对！哎，穿裙子还有高跟鞋，你可以跑慢一点吗？他是围棋还是蜜雪？他是围棋，哦，围棋。我们刚才是有开场嘛？还是你开场的时候不在？不是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发现你最近这几集在这个单元都没什么表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你的眼睛这么大，你是问自己还是问我？我是在问你，也问我自己啊。OK， 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不要怕他，他没那么厉害，真的，不要被他给唬住了。加油，加油，我们加油。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，艾辰不会唱。一样，艾辰，请退回来。微笑的眼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跑上来？人家已经到前面了。谢谢你提示我，微笑的眼，哎，爱笑的眼。不要，先别答，你不要被他中计了。他现在其实是想要误导你。这个人我认识他多年，他的诡计多端，先把他忘记。来，我问你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微笑的眼睛哦，微不是，不是微笑的眼睛，微笑的嘴巴，爱笑的眼睛。耶！这招不管用了吧？请问怎么唱？离开你，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散去。离开你，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。再见，爱情。答对 ，yes， 运气好棒啊！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大伟加油，很紧张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林大伟起先站这边，刘湘慈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独角戏。哎呦，答对，厉害哦。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词，恭喜你答对！来，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。一鸣哥，一鸣哥讲回来。哎，你对前辈也没礼貌。哎呦，元浩到了，元浩到了，谁先到？元浩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这个不公平，因为他腿比我长。有啊，没有？也是很长啊。那你说老实话，到底刚才谁比较快？说老实的话，你要不要倒影片给我看一下？哦，不用，我们这边自己，我刚才看得很清楚，是。他先到，快对不对？他先到，
一平哥，一平哥不要这样啦，来来来，不要这样，游戏规则，他先到啊，对啊，而你拍着我说他先到，哦，不好意思啦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姚元浩有你的哈，就是姚元浩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忘情水》哦，答对，怎么唱？把你的手舞借给我，我再加油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咦，哎呦，姚元浩，恭喜你，你答对了。Yes， 哇，哇仔，为什么要抓头呢？对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真的是想到，我这几个礼拜好像没有表现到，真的。而且你这几个礼拜没有表现到，而且你来上班的也只有这几个礼拜。但是我每次，所以你都没有表现到。但是我每次录这个单元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真的，因为每首歌都很经典，真的。站在旁边唱啊唱着，我都忘了自己是输的。而且你现在的笑话也越来越不好笑了。不好笑吗？好笑吗？你们都在笑啊。你问我好笑吗？光是看他就好笑了。哎呦，所以你笑吗？这样子其实很多观众也这样反应过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你以后来你就站着就好，观众看你就好，你也不要搭话，你看你蛮卖强，都不用讲话，不用唱歌，你家里好笑啊。喂，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你赶快哦，他，你自己跑停又停下来啊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要怪谁？这个梗好烂哦，我没有说梗啊。不会再回来了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先不要，我哼这个跟你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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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，道远先到哦。对，道远先到，是不是道远？道远先到。一鸣哥，你是我们这队的呢。啊，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箱子先到，对啊，正。很公正，有箱子请回来。好熟，我的妈呀！很熟，对不对？那幸福沙发的夜光，经典哎。林道远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城里的月光。哎呀！文章。是什么？大家都会唱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。答对 ，yes。
斌哥，我已经唱了两首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次一定跑的绝对比你快，好，好不好？不能再跑慢了，真的。对，真的。我想说，我们一定要赢啊！不能再浪了，把持住，加油！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我们想说让一下后浪，没想到他真的不让啊。我不能当那个死在沙滩上那个。对，开玩笑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呦，来，哦，请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女生唱的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。哎呦，答对，漂亮，是哦。请问怎么唱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。别再紧闭你的唇，哎呦，不哭不笑也不问。不错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。你的眼神太伤人，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。哎呦，恭喜你答对！从今天开始，我才发觉我不只是输给姚元浩而已哈，真的啊，我好像谁都输了哈。没有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要少指责，多鼓励。你其实没有那么糟，你可以的，你做得到的。你我跟你讲，棒棒棒，乖啊，千万不能这样子，你想跑快一点就好了。加油加油！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我再让你，我就不叫爱城了。拼了！你刚刚也没有让我啊！罗琦加油！真的没有让你，罗琦他不会让你的。爱城加油！拿出你的快腿来！哎哎，我先到了，我先到了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爱城先到了，来，围棋请来这边。朋友比亲人。哎，这首歌，这是范范的，范玮琪吗？爱城，要不要？我哼一下那旋律给你听，你要不要听？是不是？你听哦，一比一，不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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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两位好友唱的两只老虎，爱神吗？爱神，我哼一下那旋律给你听，你要不要听？是不是？你听哦，一比一，不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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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咚咚咚咚！你怎么会笨到听他们的提示？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懂得。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三又二分之一秒，两秒钟。有提示吗？有提示哈，我看你那么可怜，你求我，我告诉你，你求我。求他，求他。他最会求人了，你看。哇，他最会求人了，你看。哇哇哇哇！来抱我，抱我，举起力，举起力，请上去。告诉你一个提示，跟季节有关，谢谢你。季节，两种季节。大声说，爱神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一个是春天，一个是夏天。答错，请下来。围棋，请上去。围棋，我们慢慢的说就好了。是，围棋，慢慢的说。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春夏秋冬嘛，来，请问怎么唱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忠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决定朋友比情人。倾听我的身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那灵根，离不开你。哦，耶！好听的合唱，恭喜围棋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加油了，两位，来，相思加油，二三。哎。哎，两个几乎同时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相似比较明显。没有啊，他也有碰到了，他可以白菜吗？那你们打摔跤，好，上台去，来彩拳，一把剪刀石头布，
哦，刘昌慈，很抱歉，这是命运的抉择，请下来。好，我要你一起唱好不好？好好唱。我要你一起唱。你要我一起唱？对。我不要。漂亮。林导演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《孙燕姿的绿光》。Yes。哇哦。怎么唱？哇，好调皮哦。跳舞咯，小心你的破掉、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触电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任何的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恭喜你答对。 Yes。我们的 KTV 只剩下现在最后一首歌曲，你有一首对不对？真的，所以这一个是决胜关键的。各位，到目前为止有人还没唱到歌的吗？爱晨，我会说是他，请举手。爱晨是合唱而已。爱晨，你歌也唱不到，题也答不对，你还在演艺圈混什么？回家去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讨论他呢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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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唱歌，我们唱歌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加油。没有这个，我看，哎呦，这台语，这个不用看的了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太好听了，这是我的年代，真的真的。一鸣哥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龙柱的心情。哎呦，哎呀，杨叶琪原唱。哎，这首歌是我从小最喜欢的歌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合唱。你是来，请问怎么唱？龙珠的心情，心情，亲像天顶双子的流星，龙珠的运命，亲像天顶高雅的心灵，的心灵，我嘛是了解生命的意义。我嘛是了解，是脱不了气。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。我嘛是想要，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。谁人会了解？谁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秘密？答对 ，yes。在这边跟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今天的两队的成绩，湘子队总共答对的是三题，我们大获全胜了。元昊队总共答对七题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全国观众朋友，这一次的谁是 K 歌王就是我们的元昊队。很多人很久没有听到一鸣哥的歌声了，真的，在我们新兵进行曲才能听得到。是，谢谢维琴能够来，谢谢，好玩对不对？开心开心，下次再来玩好不好？耶 ！K 歌王呢已经选出来了，就是我们，但是最后呢还要请我们的一鸣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我们听。甘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梦中最残